诞节会一家人喺屋企食嘢咯。咁我哋通常都系妈咪煮嘅，咁就煮我哋中意食嗰啲嘢啦。平时圣诞会同屋企人去食大餐，同埋去旅行。圣诞节会去海洋公园玩。细个因为我哋嗰时仲有丽园啊，或者系启德游乐场啊，咁都可以去啲游乐场啦，或者行下公园咁样嘅。自己煮嘅啫，都系煮下意粉，煮下成档当圣诞噶啦。我就约咗23号去睇希马嘅眼科，咁所以我都会暂时留喺香港，因为唔知道睇完之后会做乜嘢，我打算会做白内障多啦。我接受咗白内障手术，我其实我初初都好惊噶，医生又做多啲手势好好咯。我完全做完我都唔觉得我系病人，因为我觉得系好快脆就康复啊。而家做咗一只，而家想或者做埋第二只啊，因为另外一只变咗成日流眼水咧，好辛苦冇做嗰只，哇，两个世界啊！以前真系乜都睇唔到，我个孙8岁啊。佢個真面目我未見過，而家先可以睇清楚佢點樣樣啊，同埋成啊！啱啱而家我個大仔又出咗生咗對龍鳳胎，過幾兩個月啦，我可以抱佢見到，好開心啊！話俾個好消息你聽啊！我係11月14号做眼科嘅，但係11月11号咧就係我個仔嘅大婚啦，所以做完個眼。已经是开心的事啦，咁我仔又大婚啦，所以好开心。今日再 join 呢个 party，very nice。啱做完只眼嘅手术，都需要人陪伴，睇嘢未必咁清楚，咁样都会抽多啲时间陪佢啊。平时有佢煮嘢我食，咁就到我买饭盒佢食啦。咁样就都系趁呢个机会就俾翻多啲嘢，再多啲嘢关怀佢咯。如果喺屋企，我要食食橙，佢用咩橙俾我食咯？平时咧就会一齐出去食下嘢咯，就系、是、日常嘅生活，我觉得都已经系好温馨啦。其实都有好多噶，好似带我去旅行咧，最主要就带我食嘢啦，好似而家呢个活动啦，咁咧全部都系佢做嘅，佢就带我去参加嘅，即系带埋我哋，咁我已经好温馨噶啦。而家个个细路仔大咗，多数下一代噶嘛。如果三代一起出嚟就機會就開心好多咯。一次同佢聖誕節去迪士尼玩咧，咁突然間咁聖誕節咁佢攞出嚟話有份用錢都買唔到嘅聖誕禮物，咁就原來佢手織嗰個頸巾咯。雖然而家好舊啊條頸巾，不過都唔捨得掉。咁我哋都結婚幾十年咯，咁啊都係累積翻嚟噶啦。係啦，我哋結咗婚46年，咁樣咧而家咧就OK 啦，唔嗌交嗰陣時 OK 嘅。咁但係大家互相包容啦，咁多年嚟。83年至而家74年啦，74到有拗撬嗰时冇人知噶嘛，大家互相尊重咯，有时要迁就下咁样吓。我就主张咧就唔好平时好似睇新闻咁样咧，啲情侣或者家庭咧就大吵大闹嘅，相嗌就唔好口啊嘛，话明噶啦。你有时我有时见啊，啲公公婆婆打交都有。47噶啦，47年啦。其实我哋都有争拗噶，不过争完拗之后冇事咯。咁啊，紧要大方啲。相处咗几十年，一定有争拗嘅。如果冇争拗咧，就计时炸弹嚟噶啦，随时都。最紧要原谅、体谅，嘈完就算数。就是说，大家偶尔会，坐在一起会交谈一下，觉得，你做的什么地方不好，需要改进啊？你什么地方做得好，你继续努力啊！我们会大家互相切磋一下，这样。妈咪 ，I love you， 多谢你咁多年嘅照顾。I love you， 多谢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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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晒你，多谢你哋。太太，呢个系你嘅。祝你爸爸，系。好啊。多谢。好耐冇收过花喎。送俾你。多谢。水啖先。